真的很难想象这盆米粉15块钱，大半盆都是肉，还带了4-5块猪蹄儿。早餐粉里面加上能吃到猪蹄儿。Hello， 各位这里大白，10块钱在你们那里能吃到什么？今天带你们见见世面，我也是被震惊到了，真的。哇，来这么早不排队吗？我看有个爽口肉排行第一。爽口要不过，就是10块钱。啊，不用加钱是吧？划算呐，是吧？全是肉，确实。爽口肉还要多久啊？还要5分钟。这10块钱是你给选？你自己选。我自己选，选能可以选几样？10块钱。5样。凉拌的也是吗？凉拌的贵一点，凉拌的贵1块，肉多一点。小朋友也来吃。好啊，要了要了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可爱哦，终于等到这个，这一次就炸这么几点啊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赶一点出来给你吃的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凉拌的，大一点的，跟它一样的那个。吃辣吗？吃，多来点。哎，多来点。这个螺肉，然后牛腩。再来个这个螺肉。然后猪蹄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一样。啊，鸡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脆脆脆脆。啊，这个是免费的是吧？这个是免费送的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个自己要脆一点。15是吧？啊。哇、哦，这个、满满一大盆，沉甸甸的。再来点这个辣椒，我看上面好像没什么辣椒。有醋啊，别管了，多加点。最爱这种宽粉的，你看这种宽粉。主要是这个上面很吸汤啊，这底下根本就拌不动啊，又是这个肉里面找粉儿。这个爽口肉应该就像那个猪肉渣似的，有肥有瘦。在这种早餐粉里面加上能吃到猪蹄儿。隔壁买了一个冬瓜肠，是别人推荐的。哇、哦，开吃开吃。先来口粉儿，这个粉看起来口感应该很不错。嗯，哇、哦，真的好吃。这个粉看着是干拌的，其实它这个。我给你们看这个汤，其实已经过半碗了，然后是个甜辣口，这个粉特别爽滑。跟你们说，这个爽口肉真的是没有白等，一开始没有，我等了5分钟。嗯，好像炸过的鸡柳，它的汤里真的特别浓，第一口是个辣味，然后就是番茄口。猪蹄儿，哇，这爽口真的太好吃了！它一共可以点个4-5样，我非常建议你们就这个爽口直接点2份。我要的是牛腩，它这好像是块牛腩骨啊。我真的很难想象这盆米粉15块钱，大半盆都是肉，还带了4-5块猪蹄儿。哇，它这个汤越吃越浓，越吃越辣，里面自带的这个什么花生米啊，还有豆芽。我看柳州连米粉里面的这个螺肉都这么实在，这颗粒真的特别大。哇，你们能看到吗？这一大坨螺肉。嗯，哇辣，它的辣度真的可以了。比一比下面的油啊，我天，油有点多。哇，这片粉的量真的可以当一顿丰盛的午餐来吃，这个属于是4菜1粉，量真的特别大。就这盆粉我吃到最后竟然全是肉，我找不到粉了，已经这粉只有这么零零散散的几条了。就这玩意儿的这个味道吧，就稍微沾一点这个苦荞茶味，但是跟冬瓜味道毫无关系，冰冰凉凉的，很解腻。这干拌粉吧，它给你的料就是特别多，而且盆也大，太撑了，感觉这一顿吃完可以顶个大半天。主要是味道很不错，然后它这个汤吧，越往后吃越辣，越浓厚，油也都在下面。饭量小的，我建议你们点那个汤粉，1两就可以。OK， 那祝大家吃完晚餐，我们下期见。哇，感觉这个鸡爪好大，肉特别多的样子。哇，它这个鸡爪完全脱骨，一挑就断的那种，随便一折就断了。臭豆腐多少钱一份啊？1.5块，3.7块。压一下是为了让它更吸汤是吧？啊，是。哟，这什么情况？这
哈喽，各位，这是大白。我现在在一个小学对面，我看有人给我推荐他身后这家小吃店，就是超牛小吃店，说是对面这些学生的御用小食堂。那我们今天去尝一下它有多么牛。走，臭豆腐多少钱一份啊？1块钱5个，3块钱7个。1块钱5个，1块钱5个的话，3块钱7个，我操，不会上了。来20个吧。辣椒、葱花、蒜没加酱吗？正常，都加就好了。五、哦，啊，这是什么酱啊？这个酸梅酱。酸梅酱。啊。再来点这个汤。压一下是为了让它更吸汤是吧？啊，是。再来2个这个鸡爪吧。有泡面吗？2个鸡爪，然后1个泡面。2个鸡爪。拿个盘子吧。哎，这个好像就是那天放在螺蛳粉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黄花菜。就这些吧。这个菜炸一会儿就熟了。这是洋葱吗？啊，这个是洋葱啊。要不辣椒多来点辣就可以。哇，好多洋葱，都满了都。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伙食啊，炸串儿、臭豆腐。它这个臭豆腐的形式我第一次见，就是这种很小很圆的那种，加的酱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还有最爱的2个鸡爪，它这个鸡爪的肉真的超级厚，你们看一下，我都不敢使劲挑。你看它这个鸡爪已经断了，你看随便一折就断了。这鸡爪既然断，我们就先来尝一下啊，看这个短短的感觉，巨软了，后半部分。嗯，这个辣椒还挺辣，别说泡面。哇，还是碳水过瘾。炸串儿、鸭肠，这个炸的都是干干巴巴的那种。小学门口禁止飙车。有人说一只臭豆腐最好吃，来尝一下臭豆腐。很辣是吗？豆腐是真的特别棒，太过瘾了。它这个皮儿是特别薄的那种，我以为会是硬皮，它是软皮儿。它那一下压的是真不错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它每一颗都会爆汁儿。我是简直在喝汤，蘸一下这个泡面的汤，好吧，让它吸吸汤，然后带着泡面一起。像是豆干啊，但他说是豆皮，就有点厚。你看，它这种炸块用洋葱这个裹一遍之后，真的是甜辣口。蔬菜，这就是上上期那个老板跟我说空心菜过时了，用这个代替的这个蔬菜。嗯，它这个菜其实就给炸了几秒，断一下生就可以吃了，其实。吃饭了吗？哟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小伙子长大了了不得啊！这才几年级，长大之后绝对柳州第一深情，好吧？没跑了，最后一个鸡爪了，不小心直接拿秃噜了，纯无骨版的肉，好吧？这个鸡爪，鸡爪完全就是吸进去的。螺蛳粉没给我辣的，我感觉它这个小吃还挺辣。我隔壁这个甜品也是他们家的，太会做生意了，双皮奶也好吃，不一甜的感觉。然后这一堆是49块钱，如果放在我小学的话，我感觉这49块钱我得攒一个周。OK， 那这期就这样，祝大家吃麻辣香，我们下期见。